中国女排为什么在奥运会小组赛上就输了？奥运会如何鉴定运动员性别？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八月一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我是 Jennifer。 中国女排自从在1981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以来，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一直在牵动着国人的心。而主教练郎平自1978年入选中国女排，直到1986年女排五连冠后退役，是四届冠军队的主攻手，被称为“铁榔头”。他退役后两次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第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第二次是二零一三年到现在。 说起中国女排的兴起，要回到一九六零年代，当时的中国男女排球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后来女排的主教练袁伟民就是当时中国男排的主力队员。六十年代，亚洲女排新势力正挑战着苏联女排的王者地位，这股势力就是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东洋魔女在大松博文的带领下，在一九六零年后曾创下一百一十八场国际赛连胜纪录，震惊世界。 于是，中国排球协会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在一九六五年邀请了大松博文来华训练中国女排。大松博文魔鬼式的训练方法使中国女排的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如果不是遇到十年文革的灾难，中国女排早就会走向世界。今年的奥运小组赛，中国女排接连败给土耳其、美国和俄罗斯。三十一日晚，中国女排战胜意大利队，但是她们已经不能在小组出线。 这是他们在奥运赛事上的最差成绩。赛后，郎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说：“我自己没想到这么早出局。首先，作为主教练，我是负主要责任。”六十一岁的郎平教练合同将在奥运会后到期，因此下一场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将是郎平执教中国女排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作为奥运卫冕冠军，前不久的世界女排联赛也发挥不俗，落差如此之大，国人不由得追问：中国女排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在五年时间里失去了光彩？女排这次失败原因，首先是郎平临近退休，用人求稳，不敢启用新人。上届的八位里约奥运会金牌队员之中，有七人入选，唯一例外是自由人林立主力队员中，郎平只选入新人二十五岁的王梦洁一人，取代二十八岁的林立自由人一旦有伤或表现失准，只选一人的话，便无人可换，被迫用上没有自由人的阵势。 这个冒险决定为中国女排卫冕失败埋下伏线。第二，自由人发挥失水准，王梦洁在本届赛事表现严重失准，甚至因为差劲表现，名字王梦洁和王梦洁状态被推上热搜。第三，主将朱婷旧伤复发。排球是团队运动，中国女排表现不好不是王梦洁一人的错，事实上，几乎整支球队表现都不理想。一大关键就是队中灵魂人物朱婷手腕旧患复发。 第四，人才青黄不接，以七位上届奥运金牌工程，加上五位新球员以老带新的中国女排，老队员已从高峰滑落，新球员未见光芒，组成一队未见水花，更失去以往引以为傲的打不死精神，实在令人失望。第五，失去惠若琪无法弥补，女排前队长惠若琪是队中十分重要的一员，可惜她一再受心脏问题困扰，两次手术后终在二零一八年三月退役。 他不止实力更强，表现也十分稳定，一直是队中定海神针。他相当于场内的指挥官，有他在阵，郎平总是十分放心。随着各支强队之间实力越来越近，善于稳定军心的大心脏球员更显重要，也让失去惠若琪的损失至今无法弥补。郎平含泪对记者说：“我觉得离开球场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优秀教练会带领中国女排继续往前冲。” 观众、球迷一直不离不弃，非常感谢大家。老百姓判断性别与从运动医学的角度看完全不同。一个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患者，从外观上看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染色体也是 XX，但体内雄激素水平高于一般女性。如果这些人去参加比赛，就会比正常女性占优势。另一类是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患者。 他们的雄激素水平在正常男性范围内，染色体也为男性 XY，但其雄激素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他们比女性还女性，这就是说他们在力量、速度、耐力、爆发力等方面可能还不如女性。所以这类运动员受到保护和公平对待，允许他们参加女子运动项目。一九八五年的西班牙选手帕提若就是这样的运动员。 现在奥运会主要关注性发育异常的运动员的性别鉴定和参赛问题，主要是检查性别激素水平。由于男女的激素水平不同，引起了肌肉含量和分布的不同。其中雄激素水平与运动能力紧密相关，这造成了男性与女性运动能力的明显差异。在世界体坛上，除了一些仅适应与女性特点的比赛，如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外，在绝大多数项目中，男运动员在力量、速度。 耐力、爆发力等方面都较女运动员高出一筹。据统计，在田赛的各种项目的记录中，男女运动员成绩差异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八；而在竞赛项目中，这种差异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一九零零年第二届奥运会，女性被允许参赛并成为正式运动员。从那时到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夏季奥运会期间，奥运会都采取外部身体特征进行性别鉴定。一九六八年后， 国际奥委会采用了基因检查方法，但有科学家指出，这种方法在技术上并不可靠，理论上也并不严格，因为他们只能鉴定出这运动员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些运动员是否占了雄激素的优势。波兰运动员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加在1968年基因检查性别中查出她的性染色体不合格，成为首位没有通过性别检测的女运动员。 一九八五年，西班牙跨栏女选手帕提诺参加在日本神户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被检查出带有 Y 染色体，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一九九九年六月，国际奥委会有条件地废止了使用了三十年的规定，所有参加奥运会的女运动员均需进行性别检查。从二零1一年悉尼奥运会开始，只有在对个别运动员的性别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才采用医学人员的干预和评价。 所以，现在奥运会仅对奥组委授权的可疑个例进行鉴定，个例可能是由竞争对手提出，经奥组委认定的。检测时，首先对运动员进行外观上的判断，再通过漱口和抽血等方式进行实验室检查。这两个步骤大约四小时内就能拿到化验结果，这时已经能知道来者是否存在性别异常了。不过，为了更客观，还要进行染色体、激素、基因等综合判定。 最后根据结果进行认证讨论，关键是看有没有雄激素过高。比如一个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患者，从外观上看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染色体也是 XX，但由于先天性缺乏某种酶，导致体内雄激素水平高于一般女性，并且高出的雄性激素能发挥作用。如果这些人去参加比赛，就会比正常女性占优势。再如性分化异常者，他们的染色体表现为女性 XX。 但体内激素水平高于正常水平，这两类的运动员在力量、速度、耐力、爆发力等方面都占有优势。为维护比赛的公平性，其参赛资格将被质疑。从体育赛事上来说，这是为了保护比赛的公平性；但是从长远来看，希望能够有针对性地对这些人进行治疗，因为很多异常的疾病都可能突发成恶性肿瘤，给患者生命带来威胁。 新冠疫苗能拯救人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看看英国最近的数据就知道了。针对二十万人的追踪调查发现，在接受第二剂疫苗的两周后，几乎所有人体内都出现了病毒抗体。虽然一开始有人担心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保护效率可能降低，但分析仍然显示，牛津疫苗和辉瑞疫苗都能让重症住院率减少百分之九十二到百分之九十六。就如同许多医护人员所说的那样，和新冠病毒疾病带来的危险。 相比接种疫苗可能出现的严重副作用，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新冠疫苗注射。国际货币基金最近的调查发现，不愿意接受新冠疫苗的人口比例从比较低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一直到比较高的百分之五十，甚至是百分之六十。愿不愿意接受新冠疫苗，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成为一场文化论战。许多人认为，疫苗有舆论者就是无知或是自私。 但是，熟悉医疗决策的心理学家认为，抗拒疫苗的背后有许多复杂因素。如果我们想要提高全人口的群体免疫，就需要妥善处理这些造成人们抗拒疫苗的复杂因素。绝大多数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因素，也没有什么反科学动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接受疫苗注射。 牛津大学最近所做的研究就发现，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是因为害怕打针而迟迟不愿意接种疫苗。另外一些人是对疫苗没有信心。这些认识偏差能够影响你对疫苗的看法。你可能更专注于疫苗带来的副作用，而同时又相信自己较不可能感染疾病。两者相加就降低了我们对疫苗的信心，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安全感。如果疫苗越不容易取得，那就越少人会去接种疫苗。 在推出疫苗的时候，必须考虑其便利性。接种疫苗越方便越好，尤其应该让人们到社区中心去接种疫苗，不要让人长途跋涉。推广新冠疫苗最大的障碍仍然是人们担心疫苗的副作用和担心疫苗没有经过妥善试验。展开双向对话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和朋友和家人讨论疫苗话题的时候，都可以用亲身的感受做出解释。没有简单的办法。 卫生当局应当持续的提供浅显易懂的信息，来说明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必要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望维读报》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